奇，吉林省体育局金上运动管理中心。下一位登场的选手来自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，张梦琪。本赛季的短节目选曲《给吉普赛人和燃烧的吉他》。翻身，萨沃夫三周接偷录两周。跳进的厌世转，阿克塞尔两周非常漂亮。曲部演绎得非常到位，共生转结束。我们看到梦琪同样也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在短节目当中也把配置换成了比较简单一点的跳跃。他在北京站当中